我哋系港青，我哋会俾你哋睇点样喺大湾区生存。我哋会经过重重嘅难关，喺大湾区冇正确嘅工具，一日都过唔到。我哋位于密集嘅石屎森林，喺陌生嘅大湾区穿梭。大湾区持续嘅拉锯战，一个唔小心，可能连车都冇得搭。当啲小姐姐向你张牙舞爪，就要学识点样保护自己。啊，你要走啊？我哋分身体验大湾区，率先睇下有啲咩未知嘅等紧我哋。你问我最想做乜嘢今日？咁啊，梗系想带两个后生仔嚟睇下我哋大湾区嘅高科技啦。嗱，上次咧就未试得车，大家记唔记得啊？有一个牌子咧，大家听都未听过，系我都未听过。咁咧就今日咧就终于可以试车啦。听过咩试过？咁我就未试。咁啊，约咗时间，大家最中意嗰样嘢睇试车。不过今次带埋呢个港青港彩一齐啦，港青去睇车。咁一定要讲清楚咧，点去试车系咪好难啊？我哋都唔好太张扬啊！高合，哇，系咪咧啊？靓到好朋友啊！你哋睇下，你觉得呢款车对于你哋年青人嚟讲，即系如果你有钱的话，你会唔会买？好啦，喂，做乜两？喂，唔好咁啦。咦，都着到啲电喎、啊！哇，你睇。哇！自己闩门，自己闩门，因为你坐上车啦嘛。其实啱先我冇着过引擎，我净系踩咗个刹车掣咯。踩刹车掣就系噶啦，系嘛？系啊，通常电车系啊，电车踩刹车掣，电车系冇锁匙嘅，知唔知？我第一次睇，我好笑，我第一次揸电车咧，我系上嚟搵边度有锁匙我。好正啊！哇，连个充电你都型啲嘅。哇！你个 screen 大到，好过分啊！是香港的啊，放心，隔离完啦。哇！如果能开到香港去就，哇！我们有澳门的用户，系咩？他们澳门那边有一些，他很喜欢电动车的，所以他们就不怕麻烦了。哦，还是要申请过去哦。OK， 就咁都系识，我识玩，好靓。啊！哇！睇下，而家啲全部都，佢而家68万咧，就顶级配置就六座位，佢四座系贵过六座，即系四座仲更加豪华，好似 View 5嗰啲四座都系贵，四座要80几万。咁而家俾钱咧，要等3个月。但系我哋有一个好吸引，佢如果我即系买车咧，我可以去江苏盐城啊，盐城，江苏盐城啊，咁啊去嗰度攞车咧，佢可以俾我参观工厂噶，同埋啲旅费佢俾一半噶，OK 喎，几吸引喎呢样嘢。而且佢只工厂睇起身系唔似工厂嘅，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，圆形的很漂亮。在飞机快要下地的时候，你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整个工厂。系啊，咁啊要摆埋航拍机佢。佢话咧，原来成个设计咧系林宝坚尼加劳斯莱斯，因为佢开呢啲门嘅开发咧，其实系劳斯莱斯嚟嘅，劳斯莱斯先咁开咁啊。咁上面咧就系林宝坚尼加劳斯莱斯，咁咧60几万咧就包晒呢啲皮凳啊。呢、这個22寸嘅鈴，呢、这個鈴上次我講過啦，靚仔到不得了，全部包曬，就唔係四輪驅動，後碌有獨立電力，同埋佢頭先講最吸引一樣，而家就550续航，但係佢遲啲咧年底啊就有800啦，咁出800嘅時候佢電池可以換嘅喎，咁到時咧就補60万蚊，就可以換個800嘅電池咯，就等住遲啲有1000都有喎，可以換呢樣 OK 喎嚇，而且佢嘅車門咧係可以開門，角度係可以。自己教係啦，嗱你可能擔心話，嗱咁落車梗係舒服啦，但唔係度度咁多位噶嘛，咁你翻到屋企你啲後視嗰啲冇問題啦，但如果你泊停車場你咁開，咁佢第一佢有感應嘅，不過如果你個感應你都驚的話咧，佢呢度可以教咧，譬如你淨係開20度角就得噶啦，即係可以教你開幾多咯，咁你就放心啲咯。速度都可以調嘅。速度可以嘅喎。哦。有小朋友噶嘛，開慢啲咯。O K。之後
介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咪开快啲咯。系。系，速度可以要三档。O、okay. K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验盘师阮玲，今日咧就带大家嚟到号称完美无懈可击嘅呢个中海环宇天下。咁呢个楼盘咧，仲有依山傍海嘅地理位置、全户型嘅优点、无遮挡嘅景观。十字门片区呢边唯一一个真豪宅，就同验盘师我一起去验下呢个号称完美嘅楼盘，系咪真系咁完美？更多精彩，请留意 V Plus 大湾区笋盘王频道。诶，头先我问过你同事啊，我如果有个特别要求咧，你知道我成日拍嘢噶嘛？嗯。我就想净系开呢一块，即系行车嘅时候开到呢块。哦，行车嗰阵你，如果你开的话，哦，它走动起来，当它的速度加快的时候，它会慢慢的关。哦，即係我開咗，譬如我唔閂、嗯，我就咁行車，我開車啦，佢就慢慢同我閂。係。哦。但係我行車，我想開咗，有冇可能？這個我沒有測試過。啊，因為剛頭先你同事就話可以同你廠有要求喎。哦。我話試下得唔得？這個可能可以 OTA。因為等我開篷車，我係咁樣拍啊，我呢個咁樣拍啊。啊，都試開。其實好啱我㗎呢架車。這個可能後續可以 OTA， 不過呢，那肯定是就是單獨設置了。單獨㗎啦，係啊係。可能。系啦系啦，因为如果咁咧，我诶佢系有咁影嘅，因为佢为咗因为我企喺度，哦系喎，我行开啲，佢开多啲喎。嗱变咗咧，系你就开出边，咁我咪喺度拍嘢，我呢度好好拍啊，系嘛，全部冇阻碍啊，即系企起身都得啊，可以啊，企起身拍嘢，几正，咁啊到时大家睇片又好睇啊。差唔多都落香港啦，唔得啊。香港你是这样的嘛，你首第一他有代理啦，第二你首次登记啊。我记得那时郭富城不知道哪个问买了架车呢，就香港未有的，就首次登记要很多手续啦，要申请嘛，政府申请的嘛。另外呢就要给多些税，我听说就是首架车是给多些税的。那这些不是我的 level 的了，但这架车真的如果落到香港就巴闭了。我这个灯呢是可以有符可以砌图的，是啊。看一下后面，我已经投射出来了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哦，看到吗？是架车投影出来的，就是欢迎我到时呢接一些领导啊，欢迎这个时代总裁嘛，即很多花巧嘢 OK 的。我想看一下车头箱的空间好吗？哦，坐坐去，它空间不是很大的，为什么呢？它这些里面要放了什么在这里呢？这下面具体的我也有不清楚。后面有没有无线开的？如果你拿着钥匙和手机感应的话，它这里会推出一个脚，你不用去按，也是用脚来看。啊，比这个会更方便，因为它会投影一个脚在这里，把脚跟它对准，它就会自己开。OK， 那后面就够大的。这个凳怎么开啊？这个凳。哦 ，OK。有三的。OK， 那这个跟 Tesla 一样。我刚刚看到它的椅子能往这边移动移倒。对，没错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说一个妈妈跟小孩子，她想坐得近一点，那就左右移一近。哦，这两张凳呢可以贴啲，嗱，而家打横移，贴啲，几得意。这个按钮也挺好。我可以按摩的吗？对，有三档按摩。按摩椅嘅，你会试啊？哦。下面就凉爽。哦，系啊，凳都有风吹出嚟。咦，佢啱嗰啲中意放屁嘅人咯。四张都有。四张都有，你四张凳放屁都得喎。嗯，好大咯，可唔可以声控啊？可以。小鹏嗰啲好多声控啊嘛，咩时候都时候都啊，它一样，它是用哪一种的 ？HiFi Go， 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名字改为。啊，他听到了。对，他听到了。HiFi Go。好的。你好，坐埋入嚟啊。你要咁样拍，你睇下系嘛？黐线。好似个立体荧幕咁啊，系啊，好夸张哦！哇，我唔翻屋企瞓觉，喺呢度瞓觉啊！仲要按摩？系啊，唔翻屋企咯，咁搞法真系。哇，咁有呢个 screen 好大喎！你知道我喺车度最中意睇戏。小型嘅 IMAX 系啊系啊系啊，比手机。咁如果我惊个声干扰佢，我就可以戴蓝牙耳机啫，系咯。有全景，有单视，有二 D， 有三 D。咦？呢个系？看翻架車周邊啊！而家點做到啊？佢全部有鏡咯。點解我睇到架車即係三人車？其實有鏡頭。對，它下面有攝像頭的。
而且还有一点是它的底盘是全透明的哦。即系呢架车咧系公仔嚟嘅，但呢啲系实呢啲系实镜，你明唔明啊？而且它是自带5G 的，5G 信号。Tesla 现在也在升级成5G，别的车现在一般都是4G。5G 信号 ，OK。那你好，欢迎来到高和 HiFi 与 Keep 联合打造的放松冥想课程，将注意力。我哋而家试车啦，签咗 Iron Man 心口嗰嚿嘢啊，心仲紧张，揿咗嗰个啊，系喎系喎系喎，原来啲有显示喺度噶个 screen。你不说我也不知道。我惊咩？我养似惊咩？我都未戴安全带。